少的 DIY， 然后还有采菇的行程哦。讲到这个呢，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太空包它里面的一个组成的成分。到我们的农园，然后自己去采集我们的茶树，然后采集你们自己花树想要放的花材，然后回来再教大家怎么绑成一个花束。我们园区哈，除了我们这一片的金针花海以外，哦，我们后面还有就是直接可以看到江母岛，哦，跟石门水库直接连接，然后后面还有演艺的舞台。的秀丽阿姨，台湾的绣球花就是由他们设计。大家来到这农场，那你看到后面有非常大面的多肉植物。要给家爱水，跟我一样爱水，爱水哦。带有丰富上面的胶带，生态的一个知性之旅。